来，啊，这个注意哦，如果是转身或者是侧跳完了，哦，这边完了，垫回来哦，好，一样要垫哦，哦，再往中间，好，来，走，来，右脚，哎，很好，再来，好，啊，你这个人去垫一下这个动作，你看我一样拿着，他球来，加速，加速。加速，对对对，去抢球，哦，啊，去控制一下那个力量，啊，哦，来，走，来，跟上，哎，再来，啊，你稍微这个一样要稍微加速一下，然后这个手腕的摆动做好，哦，来，你应该这么说吧，你们要想象说你现在其实不知道我要打这边，然后你们自己稍微回，然后真的球来的时候，你们去做加速度，而不是知道我要打这边，所以打完就上来，打完就上来那种感觉。哦，来，走，来，来，哎，对对对对，我要的是这样子，而不是打，啊，啊，来，走，来，我戴口罩你也看得到我的表情了，哦，你真的叫大卫啊，哦，来，哎，再来，我已经遮住半张脸了，来，再来，没有到位，左脚没有推，哦，来，跟上。哎，不要拉手臂，所以你起来的时候你是否那一颗球去拨它，而不是让球去。本来抽也没有拉，啊，可你们都是别忘手腕，因为你手腕力太高，所以都拖手肘，拉手臂。哦，来走，来，跟走，哎，对了，来，所以，来跟上，再来，再来。来，跟上，很好，再来，走，对，跟上，再来，外面哦，来，跟上，哎，再来，走，对，跟上，再来，走，对，跟上，再来，脚弯折，脚弯折，跟上，哎，很好，脚弯折，来。跟上，很好，摇完折，来，再来，来，走，来上，跟上，哎，不要拖到整个手臂，来，哎，跟上，来，再来，对，跟上，再一个。手腕的发力，手腕的发力，来，哎，哎，跟上，很好，再来，走，对，啊，来，手腕不要去转它哦，来，跟上，哎，再来，啊，对手，跟上，再来，走，哎，太高了。太高了啊！来，哎，跟上，再来，走，对，跟上，很好，再来，走，跳，跟上，哎，再来，走，上，跟上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，上，跟上，很好，再来，走，跟上，很好，再来。走，跳，跟上，哎，再来，垫步哦，来，跳，跟上，哎，不要拖到整个手臂，来，跳，跟上，哎，好，再来，走，跳，再来，再来，跳，哎，好球，不错不错，可以，来，跳，跟上，哎，好，再来。注意哦，跳，跟上，好 ，OK。对，这边杀球比较大。来，啊，这样，不要急啊，回正的动作做好哦，啊，来，走，来，注意哦，啊，回太多了，啊，这。
抽过第一个人的球就是这么快哦。啊，来，走，来，等上，哎，看角度不够啊，啊，角度哦，啊，对，来，走里走里，再来，走，跳，等上，哎，再来，注意哦，好，那个突然性哦。对啊，不要转手腕，不要手都没脚都没到，然后这边绕圈圈，啊、哦，来，注意哦，来走，再来，再一次，来，走，跳，哎，手臂不要拉哦，再来，注意，来继续，再来，哎，啊，胯要对出来，你的右脚的脚尖要对出来，啊，哦，不要内八了哦，来。来，跟上，对，很好，来，注意，来，跟上，很好，再来，注意哦，来，跟上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来，对，跟上，哎，再来，拍面不要往下盖到了啊，注意一下，来，哎，跟上，再来，太抛了哦，来，跳，很好，哎。太抛了，太抛了，力量控制一下，来，对，来，利用你的食指，利用你的食指，对啦，你看，啊，你看你这样子拨过来的球，啊，你看你们这样拨过来的球掉下去，你看你站在前面，他怎么布？至少不会被拍死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跟老王讲到，我说你的切球不要切那种很贴的。就是不是很贴，然后很短的，不是不要很贴了，哎，难打。对啊，就是长一点点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，出去出去让它出去就好。对啊，好、哦，来，走，对，手腕哦，哎，再来，走，来，手肘不要拖哦哈，再来，手肘、哦，来，再来，很好，再来。啊、你手肘还是会有点翻哦，自己注意一下。你的球会很长，就是因为这样翻到。对，没有办法，不用只有用手肘在控，手腕在控制。哦，手腕，手腕，哎，手指头，手指头，啊、哦，来，注意，小心哦，再来，走，来，跟上，哎，好，再来，没关系，手指头，来，跟上，很好，再来。高的球就往上，所以我才会说你要稍微有点回，然后看球再去看球在哪里，而不是哦，我就是设定在这边，啊，结果就像你说的，高的球不会打，对啊，所以你应该是稍微回的时候看我球出来再去，对，再走，啊，稍微回就好，不用回太多，不用回到正中间，对，啊上啊，你的手肘不要往下拉，哎，来，哎，对不起，对吧 ？Sorry Sorry， 来。上，跟上哦，哎，来来，没关系，来，来走，来，跟上，哎，好，再来，走，跳，好球，哎，啊，切到，切到了，切到了，哎，拍头拉出去，拍头拉出去，对的，来，拍头拉出去，对，很好，来，跟上。左脚哦，左脚哦，来，不会不会，来，抬头，哎，对啦，你们才是打球嘛，对啊，你们才是看到这一颗球，然后去否这一颗球，而不是我、哦、就先过去，然后反而常常被挤到，对，好、哦，就是你们知道要打这边，但是为什么会被挤到？为什么？对啊，换轮。